没事，你们先走吧，我拍个小视频。你们走吧。要不要随他呀？都可以。你刚才就嗨。没关系，我会把你剪掉的。这有点尴尬。那肯定要剪掉了。我把机器也有。拍真实的存在，真实的生活，如此而已。日常机器检修，日常机器维护，嗯，是不是个主题？对。